家的掌声，在慢慢的大家培养起听音乐的好习惯呢，慢慢的我们的生活水平也慢慢提升上来，不管是小老师表演也好，大家都总给予最热情的掌声，慢慢的也培养这样很棒的听音乐的习惯，感谢大家。欢呼声！哇，有大家热情。